好奇怪，好奇怪，这不是丢子儿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袁墨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这很没道理啊！他丢子儿了，最后还能赢？这叫宁失一子，勿失一仙。下棋的时候抢占先机，比纠结子数多少更重要。哦，就像打架，先挨两拳没事儿，只要在关键时刻撒出药粉，让他一命呜呼，对吧？对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好厉害啊，教教我呗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就教教我嘛。我都好多年不碰棋了，教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反正我就是教不了。哎呀，我刚刚看你啊，对着棋谱下已经很厉害了啊，能看出来有天赋，继续努力。哼，我信你个鬼。哎，我听老姨说那个燕乐使团要来了，你不是燕乐人吗？你不去迎接一下？迎接？嗯，没错，用我的一命呜呼粉好好迎接他们啊。你很讨厌他们？岂止是讨厌，我都快恨死他们了。我从出生就没了家，没了一切，这些都要拜龙突骑和他的爪牙所赐。他们这些人高高在上，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，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让我们流离失所。你现在在长乐，不会再流离失所了。你还有我，王圣人。嗯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这么点我，不好啊！这个抄录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工作之一。这，哎，袁墨，你别一杯一杯又一杯的啊！我说的对不对呀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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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不是，我说这酒不对。阿叔，这个酒喝着怎么有点像我那个灵犀酒啊？是啊，嗯。啊！哎呦，玉石花不是给你钱买酒了，你干嘛拿我的灵犀酒啊？家里有酒，干嘛花钱买啊？玉池姐姐的钱不是钱啊，就是喝人家酒怎么了？那么小气。阿叔做得好。行，一个正形都没有啊！好不容易休沐一天，就不能好好的吃顿饭喝顿酒吗？啊！哎呀，确实不错，来给我倒一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灵犀酒啊，哎呀，这个味道真的是。马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没喝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早知道我跟你说。你给我留点，给我留点。好啊。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我燕乐素来以强者为尊，你想要此物就要您本事一举。拿来，你拿来。去。汉景雄仙逝多年，我一直为当年落败于他而耿耿于怀，没想到今天有机会可以一雪前耻。请。
袁墨，别分神，想想当初你阿爷是怎么教你的。棋盘之上一定要心无旁骛，须知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我父亲以前总对我说，下棋要心无旁骛，方能置死地而后生。我不解，也做不到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只有忘记输赢，享受对弈之乐，才能在方寸之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哎呀，哎呀，阿爷，我真的不懂，你教。袁墨，是我，你没事吧？你做噩梦了？你刚刚一直在喊阿姨。没事，你快睡吧。你不愿教我下棋，是不想想起阿爷吗？其实能记得阿爷长什么样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吧，至少你还见过你的父母，还能梦见他们，而我连我父母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连做梦都梦不见。喝点热的吧。哦，谢谢。好了，快躺下吧。你喝了酒，当心着凉啊。阿爷，您送我的生辰礼，岳奴收到了。岳奴也没忘了小时候您教过我的棋艺，没给您丢脸，我还混了个掌客当呢。阿娘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
家里还多了一个凶巴巴的小婢女。下次我带她过来看你，她呀，跟你一样，总是嘴硬心软，还总想花花草草。啊，这就是她种的。这些乱使团不是招求回去吗？怎么这么多天还没动静啊？不走了，互市协定没占到便宜，估计啊现在琢磨着从别的地方给我们使绊子。不走也好，他们住的越久，这城里的腌了美食就越来越地道。这家烤肉简直跟我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是吗？自从到了四方晚当差，很少有时间跟你一块吃饭。今天我就破费一把。老板，哎，结账。走，客官慢走啊。哎，谢谢。